工作压力排行，记者超越警察。There are 2,000 people live here, but in summer weekends, there are up to 200,000 people are here. 哎呀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知道记者这行业不是好干的。美国就业分析网站 CareerCast 最近发布十大压力最大工作排行榜，摄影记者和一般报业记者分列第七和第八名，比排名第十身兼人民保姆之责的警察压力还大。至于压力指数最高的前三名，则分别为一般军人、军事将领和消防员。哎，原来阿兵哥比将军压力还大哦。但你一定更加好奇，到底什么工作最没压力？答案是大学里的教授。网站表示，大学教授像王国里的王，他们说什么学生就得照办，所以最没压力。懂新闻干脆转行当警察算了。报道。